在露营的，然后第二下就是再拍看我就知道谁是小偷了。有证据，真的啊，人证据，故意把塞的包包放在后面的。刚才小车他都看到有两个，啊是啊是哦，看谁的？然后我发现他跑过来，啊娘，这是在，两个人太可爱，去哪里学？围巾，哇，好漂亮，好中东的滋味。多少钱装的哈？开刚刚那边有那个好漂亮的橱窗哦。对啊，这 window shopping 啊。对啊。这个是 JFK 甘乃迪1961张。JFK。哦，我来炸这个，你看这个多美啊！哎，你看靴子都很有特色。然后到时候看你这露营带，我们来决定买哪一双。再回来是不是？对、啊，我要回来，我今年会回来啊。啊真的、啊？还要再来一次、哦？对。为什么？我有匈牙利的团。哦。我那时候就没有轮椅了。匈牙利爬手很多、哦。匈牙利、罗马尼亚。我就没有轮椅可以推了。带去啊？怎么没有？不好意思啊。对啦，带着客人会帮我推的，这是真的。这里睡垫也有。这个牌子啊。照街景。蓝色番茄。哎、欸，我如果照的不好，不好意思。对啦。王甲。这个没刹车，现在要小心了。你要小心，然后那个他们的车牌有特色。嗯。对，像前面这一台有没有东西是那个 Swiss 的？对，瑞士也开过来，奥地利，可以啊。